到底怎么了？首先把你们两个以通奸罪关起来。你欠打！打吧，你打死我算了。我不要，没有必要分居。我要离婚，我一定会离的。天下女人都会遇到的事，你以为你不会遇到吗？那也要看女人怎么做吧。周一至周五晚上7点，中天娱乐台《大老婆的反击》。